五一小长假期间，海南各离岛免税购物店迎来客流高峰。记者在海口市内的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及三亚国际免税城看到，络绎不绝的消费者在香化、香包、酒类、电子产品等销售区域忙着挑选离岛免税商品，开启假期买买买模式。我是从广州那边过来这边旅游的，然后刚好呢就听到这边的免税店比较出名一点，然后就打算过来逛一逛，打折优惠力度还挺大的，所以就挺想买的。这次主要是借着五一假期的机会，就想到这边免税店的东西挺便宜的嘛，主要是帮朋友带的比较多，护肤品类的东西，接下来的话还会看一些鞋包服饰类的东西，因为挺划算的。记者了解到，为了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购物，海南各大免税店在五一小长假期间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，免税店消费人数明显增长。在五一长假期间，对比我们在五一前期，我们消费人数的旅客有翻了一倍。虽然商家推出了系列优惠折扣活动，但也有游客表示应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理性消费。购物体验还是从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出发，并不是说纯粹为了去追求一些不是很理性的消费，就是说根据自己的一个平时的使用喜好，当然商品的价格也会关注，就是合理的消费不是说超过自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承担范围。据海口海关统计，五月一日至五月三日，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4.85亿元，购物人次6.54万人次，购物件数72.9万件，同比分别增长215.24%、140.23%和222.79%。